小心。你醒了，赶紧起床吧，衣服已经放在那边了。今天就是圣诞节，一会儿的训练可要好好表现，这可决定着……喂，你不会忘了吧？这都能忘掉吗？所以你要加油哦，咱们可是约好了。对了，这是我做的贺卡，你把名字签上就好了。衣服就在那边的椅子上，换好之后就出来吧。林浩应该已经在外面了。我的小雷娜塔，你今天可真漂亮。博士爷爷，我在找有没有开着的花，想送给您做圣诞礼物的。那真可惜，北极蔷薇的花期已经过去了。不，还好糊弄过去了。要是被院长发现林浩还没起床，他又该受罚了。明明已经叫过他了，怎么还不来呢？算了，再等他一会儿吧，你可以趁机闲逛一会儿。啊，又到了像狗一样给主人表演祈求骨头的时间了吗？这种事就交给你，没人能。可是今天的训练会决定去首都。放心吧，那这才怪。圣诞礼盒就交给你。快来帮我看看。看起来还是没来啊。以往每年都会在圣诞节前抵达的，真是期待呀，整整一年的补给品。哎呀，训练就要开始了，我先走了。明晚的圣诞舞会你们可要记得提前找好舞伴。
训练要迟到了，快跟上我。抱歉，真是安东，算了，这些人根本就是傻瓜，你们快过去吧，院长在等了。怎么只有你们两个？院长爷，昨天不？爷爷不要担心，我的小雷娜塔，你真是这冰原上最暖心的小花了。好了。这是你们的武器，一会儿可要听好我的指令再行动。这么简单的测试，你们居然用了这么长时间。哎呀，送安东回去。雷娜塔，啊，那就好。你们可是我最……安东他刚才……嗯？安东呢？格尔佐格博士，你应该清楚我代表谁而来。如果你无法展示你的研究成果，我们对孤儿院的资助将立刻终止。看来这一天终于到来了，欢迎邦达列夫专员。
船员，以往每年补给船还有孩子们的巧克力，可今我在真是，所以您玩基因库，他们既是我的研究对象，今天让我猜猜，去准对了，首都运来的巧克力喜欢吗？本来准备作为圣诞奖品的，不要告诉别人哦。你说，大海的另一边是什么样的呢？海那边的人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吧？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看到他吗？你说，想像他一样自由地在大海中遨游。如果真的有那一天，希望我还能和你并肩站在一起，很高兴能有你在身边。走吧，我们回去吧。孩子们不要着急，这次的礼物啊，每个人都有。你们现在要做的，就是布置好圣诞晚会的场地。我亲爱的孩子们，经过安东，你们也等他，所以唱歌跳舞吧，在这个美好的夜晚。零号，哼，安东，只有去。知道了，博士爷爷。没想到，哦，有，他们会。你是说？你觉得呢？本想今晚把圣诞礼物，所以回去睡觉。
那一千年完了，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，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，就是哥哥和马哥，叫他们聚集征战，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。走吧，我带你去看些东西，很有趣的东西，就当是我送给你的圣诞礼物了。不要拒绝，也不要提问。我讨厌解释。接下来的精彩表演是专门为你准备的。见证神的降临吧。知道的是，高纯度的龙血对于生物来说是致命的毒剂，但是一旦经过稀释，就是最好的催化剂。
这些培养灵影的生物就是你动物实验的结果。是的，看看他们，北极熊生长出了携带电荷的骨刺，蛇从背后长出了蜻蜓状的羽毛。如果把这项技术用在人体上，难道说那些孩子？当然，孤儿从来都是最好的试验品。来吧，见证一下混血种的力量。请向他开枪，专员。安东的能力是将领域内的空气化为胶状，这种能力的物理原理我们暂时还不清楚，但你已经看到了它的惊人威力。安东甚至能用空气把高速子弹的动能瓦解。那意味着我们可以组建一支完全听话的混血种军队，然后主宰这个世界。当然，所以每年，所以，专员，替他结束痛苦吧。博士，既然您已经向我展示了最核心的秘密，一个名为卡斯现在看来，那些孩子，这些，邦达列夫阁下，就让黑天鹅岗彻底消失吧。来过呼叫，来过呼叫，即将到达指定位置，高度6000，航向50度，封锁该区域，开始执行天鹅之死任务。
一定要活下去。能有你在身边，如果真的有那一天，希望我还能和你并肩站在一起。走吧，我们回去吧。清除行动完成，将古龙的遗骸装上船。我的小琳娜她，我说过我要送你一份礼物。我与你缔约，从今往后我将始终把你带在身边，不彼此抛弃，不彼此出卖，直到我